咱们今天练彭金管顶呢，基本就是练一个中等速度，中等速度的，稍稍慢一点。百会上领，周身中正，两眼轻轻闭合，把身光收起来，头部放松，胸背部放松，腰胯放松，腿放松，全身都要放松。顶天立地，自己要用意念想，头顶着青天，脚踩着大地，天地之中就你自己一人喽。要想得宽阔一些，高大一些，行松意冲，形体的前面要放松，形体的后面要放松，形体的两侧也要放松，跟着形体的放松，意念要冲到自己身体周围，意念要往外扩展，扩展到全国大地，扩展到天边，外境内境，心情要宁静，心绪神态要恭敬。练功在改变自己的身心状况，改变自己的命运，这是一个非常庄严伟大的事情。我们自己要安安静静、恭恭敬敬地对待它。心诚貌恭，心里边好像一盆清清的水，那样宁静，甚至于把自己都可以照得出来，照得透明了。这样形体精神更加集中，更加恭敬，要安安静静，一念不起，神住太空，把自己的意念和蓝天结合起来，头顶上的蓝天一望无际，把自己和这个虚空结合起来，自己内心要虚灵明净，神意照体，把自己意念从蓝天收回来，从这个虚空、蓝色的天空、
回来收到自己身体里面，就是空篮来离。大自然界的混元气就跟着回到你身体里边来了，气就充足了，第二就使得周身气血充足，而周身融融。周身融融，周身融融，翘掌，按地拉气，推。转掌，捧气，两手体前上升，要慢，要均匀，与肚齐平，回照肚脐，把气收往肚脐后面，给到命门，转阴掌。然后外展，外展要慢，要匀，与肚脐平着往外展，到体侧，逐渐到背后，注意和命门等高。手回到命门，然后两手顺势向上提至腋下大包穴，向内灌气，注意自己把意念往里面放，要上里边似乎是接着对上了，然后两手前伸，手掌手臂向前平伸，与肩等宽等高，回照印堂，然后两个肘臂外撑，要慢要匀，意念要对向天边，两臂诸线开成一字，转阴掌，顺势转掌心向上，两臂向上画弧，要慢要匀，慢慢上升，两手到头顶上方相合，合住以后轻轻上拔一下，然后沿中线下落，慢慢下落，要带着气往下落，逐渐下到胸部，
成何时手，把手腕手根轻轻地转动一下，把气收起来，转指掌向前，掌臂向前伸出，与肩等高，分掌、立掌，两手分开，拉的时候慢慢拉，要注意拉的气的感觉。与肩等宽，然后推揉手，用肩带动，外推坐腕，手含掌合指，推坐腕，手推轻轻地撑住，平拉气，开合。
开，注意两腿的气要拉开，内合，注意气球往里收，外开，合，两臂外展，手要撑住，意念沿着天边，掌立着往外摸着天边，这样展出去，两臂展成一字，掌要轻轻地撑住，然后推揉手腿，撑住力拉气，起落，起落，起落，松腕转掌，向上捧气，臂掌要放松，手里边托个大气球似的，一直托到天上去，沿着天往里面合，肩要放松，两手到头上方，向头顶灌气，停留一个呼吸的时间，两手下落，一边落一边往里灌气，意念从头顶里边进去，手从头面沿前面逐渐下落，手在外面走，意念在身体里面走，到胸部下面，到腹，然后降到肚脐，点按肚脐往里边灌气，一灌的时候想到命门，然后两手分开，沿腰带慢慢向滑向后方，手在外面走，一定要从里边走，到后面命门中指点按，向里边灌气，一灌要灌到肚脐上来，然后两手向下导引，要慢，经臀部，身体放松，自然下蹲到大腿，过窝，
小腿、脚后跟，然后经脚外侧按到脚面上来，下按就按到地底下去，上提一提，把脚提起来，下按意念要深放下去，上提下按，上提，姿势要固定好，两手分开，拔地中气，拔起来，收一收，然后两手转向腿内侧，沿腿内侧小腿往上导引，到膝盖、大腿，慢慢把身体伸直到小腹，把气收进肚脐，中指两岸，两手自然分开下垂。两手撑阴掌向侧平举，臂肘腕都要放松，要慢，慢慢向上平举，平举成一字，然后立掌，推揉手推。撑住，向前合，合拉，前合，合拉，前合。撑住，两臂向前合拢，手掌一撑要撑到天边，意念撑到天边，捋着天边，两手向前合拢，合至前面与肩等宽高，然后推揉手，慢推，收推，
撑住力拉气起落起落起落松腕转掌，向上捧气，慢慢起，慢慢捧着个球往上升，到头顶上方。向头顶灌气，停留一个呼吸的时间。两手下落，一边落一边灌气，意念从里边走，手从头前面下落，手落至印堂，中指点按，向印堂里边灌气，意念想到玉枕，两手分开，把印堂掰开似的，眼两眉，睛耳上。
到头后至一整点按，按一整的时候想到印堂，两手向下导引要慢，过大椎，然后到胸部第三节胸椎，两手绕肩要慢，颈腋下，再转至背后，从背向下导引，指命门点按，一按要想到肚脐，然后两手向前烟腰带慢慢滑向前方，要想着里边，一转的时候随着手向在里边，到前面肚脐点按，往里灌气，两手向下导引，过小腹到大腿，膝盖，小腿，然后两手按于足面，下按，意念按下去要伸，上提，下按，上提，下按，上提，把身体提好，两手分开，把地中气，要从地里拔出气柱子来，两手分开，转到腿后，沿腿后侧向上导引，经小腿到腘窝，大腿后面慢慢上升，至臀部，再上到腰部命门，中指点按，两手分开，沿腰带向前，一转的时候要注意从里边转，到体前肚脐中指点按，把气收进去，两手松开下放还原，两臂手呈九十度角从侧前方慢慢上举，从地底下拉起个大气球来，往上上上，要平，然后再继续向上，捧到天上去，然后从天上把那个大气球再拿下来，向着自己头顶灌气，停留一个呼吸的时间，两手下落灌气，边落边灌，沿着头两侧慢慢下降，经耳侧
两手乐于肩前，右手向前推出，慢慢推，臂四直飞直，松腕转掌向左捞气，以腰带动向左转，至90度掐中魁，注意继续往后转，慢慢转身绕肩，点于气户，身体恢复正前方，左手坐腕向前推出，臂四直飞直，松腕转掌向右捞气，要慢一点，手指要放松，手腕要放松，腰要动，至90度掐中魁，手臂继续后转，慢慢转身绕肩，点于气户，身体恢复正前方，然后自然呼吸3次，自己呼吸，呼吸的时候要随着呼吸点着气户往里边灌气，一点一按一松，两手向前捧出，转莲花掌，转得要慢要匀，然后呈合十手，乐于胸前，把掌根轻轻转一转，把气往里边收一收，掌指天上举，要慢要匀，到头顶上方，臂伸直上拔，转掌心向前，两臂分开下落，向两侧下落，要慢要注意，带个气往下落，落成一字平肩，转掌心向上，同时两臂向前合拢，要慢要匀，手里边拖着气球似的往里面收，两臂与肩等宽等高，回照印堂，把气收回印堂里边去，然后落肘回抽，轻轻的往回收，两个手到腋下大包，注意把气稳稳地往里面灌，意念要想到胸当中去，两个手似乎接上碰上了，把气这样往里面灌一下，两手向后伸出，注意不要低于命门，两手向外向两侧展开，慢慢至体侧，顺势转掌，
两手向前拢气，向前拢，要慢，要注意，两个手抱着个大气球似的往回收，要体会两手两臂和腹部的一个大气球的气感，往回收，收回肚脐里边，然后两手扶于肚脐，氧气，氧气，两手还原。